爷爷帮弟弟穿鞋子。弟弟怎么了？搞笑。弟弟，你下次不要穿那个鞋子的啦，很容易掉，好不好？好不好？你说那双公主鞋是你送给弟弟的哈？又掉了，你看又掉了，太大双了。没有，是那个鞋带。是鞋。鞋带不小心掉。是哦。好，弟弟走了。